看是谁在吵架。啊，在吵架，等一下把那个都收起来哈。嗯，叫小乖去外面罚站好了。嗯，好，叫小乖去罚站，快点。嗯，我那个怎么嗯哦没有电，还在那里嗯哦。好了，去看。小乖要去罚站吗？小乖这样子用，那里会坏掉哎。等一下，你们的自己的坏掉以后就不可以玩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大家要玩的，怎么全部都塞车了啦？因为红车。嗯，哇哇！对，你要过红灯了，车子要过。车子要过，要搭转停车塔上来。小乖，这个要过。小乖。哦，要坐停车塔上来呀、啊，这不是自动的吗？小乖，刚才把那个打开再见，我们的车不要出去。玩，那你们都一直喜欢塞车啊？走过，这是下去，这是上去。